扎康晃到禁区的抛投力道短，不过后面还有杰森瓦斯本拿到两分。塔克这边做了一个 hesitation， 直闯篮下得分。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时间你让他有投篮动作的话，可能就会送上罚球线了。这边一个后挡之后啊，塔克转身拿到这个空档机会，给到 Washburn 面对克拉，这边转身过来，面对篮筐的情况下抛进了分数。往里面交，这边包夹过来，往里面交，这边包夹过来，塔克老师在那边等很久了。对，终于抓到你了，你很少看到塔克协防的火锅。来看一下李家康左边底角的三分球。这一来一往啊，现在是取得了四分领先。李家康的没有办法有效的命中了，交给外围卢俊祥，现在来到了场上，对到三分线外的出手来个三分球，这应该是踩线的两。家康的超截，多打少的机会，密克斯自己跨进来到篮底下得分。两边在打给了六九一个空档，密克斯篮底下抢到这个进攻篮板，要来强打朱云豪，自己再补进攻篮板加一得分加二。哇，密克斯篮底下抢到这个进攻篮板，要来强打朱云豪，自己再补进攻篮板加一得分加二。哇，白这个速度开得很快啊，直打黄龙上篮得分，开得很快没错。转一边，林振有个三分瞄篮机会啊，振哥的三分球，打底线，给到 Washburn， 飞球最后弹了三四下，弹了进去十二。在朱云豪连续投进两颗三分球之后，刚是破局领航员喊出了暂停。回来塔克先拿两分，也没有补进，这球还被拨掉。那前面 Washburn 这一次单手扣篮得分。工程师已经去用两个人来包夹你禁区的 Washburn 了，所以你要他一直单打吗？效果没有那么好。那传出去其他人要能够投进，因为空档都有，但就是没有办法投进。如果你也觉得 Washburn 超帅，我要再次停掉签下。知道啊，还好没事哦。篮底下交密克斯，这边接获卢俊祥的助攻，拿到分数。密克斯弧顶，给到底线张镇雅的三分出手。哇，面对这个阵容，这个阵型，让他之后可能面对到其他球队锋线防守比较强的时候，要怎么应变，之后再想吧。华师本这一球高举高打拿到分数，小白往后交，这个助攻有要到吗？最后两分是进了。倒出来接球，这是一个成功的战术。同样的战术哦，这跟塔克小打大拉杆出手，不过后面还有密克斯补进这两分。嗯，这场球付出非常多代价。加康跨进来往外交，小白转身找到卢俊祥，相当快的助攻可以拿到吗？没问题，大魔王飙进了三分球。哇，卢俊祥必须跳出来。塔克接球后直接出手，这是一个三分球。还有六秒钟，给到加康，这边来挑战篮筐第二时间，顶飞了莫莉飞。加康这球，底线 Washburn 转身，哇，这个跳投的弧度相当的高。卢俊祥先底线进来绕过篮筐，这个左手没有摆进，不过篮底下塔克捡到这个分数。哇，那就是。对方转身拉杆，篮底下补进的是密克斯，还好碰到框了。塔克找队友，篮底下密克斯，李家康扛了一个康庄大道出来。对，高国豪想强打小白，但这球被守了。